放他吗？对 对, 對，不用不用，好，让他自己抱好了。这边直接抱，然后屁股先翘，再拉，一定比较容易。好，我们刚刚动身所有的放腿吗？那个概念可以睡了，不是要到腰上。厉害！黄山，始终健步。是小孩的重量，小孩重量。好，来，肚子小。我们那个。好像有点困难。只是面子挂不住，一直在解释。等等等等等等，你看你这个很刺哦，这个很好玩。亚婷，亚婷，我昏倒了。明生，明生找我。不要这样，对，这个是已经爆起来了。而且他本来是在这个位置，他也是这个。对啊，你这样很好哎。我知道磊磊从抱起来到出门是几十秒。感觉在抬什么东西？哦，哎，你是下楼梯吗？不是的。哦，是婴儿被抱出来吗？啊，哭都没事。我的那个抱那一台。一定，不要玩我这样子，每次都在看喜剧。
一个话题一样。可是去的比谁都要来得善。讨厌啊！东西才更能够表现东西。还是我跟雨熙才能更多了解彼此。丑恶，这因为这一步，这句话怎么讲啊？才能够更了解彼此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啊，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。跟雨熙才能更了解彼此。雨熙跟雨安准备好多烟火。花，飞天鼓，花天鼓，还有花天鼓，不会吵架的。刚刚两次，现在还有一次，对对，不行。花天鼓啦，来来飞天鼓啦，这个鼓啊啊！没想到飞天鼓有很多飞飞。很多花，我有点。停手！要加油！现在就抓你了，好，二二一哦，二一二。花火节，没问题。妈，快一点啊，时间差不多要开始了。快快快，错过就可惜了，走走走，快，小心啊！刚刚跟双社会高总聊了一下，原来本地上还是能够高等，高登工作，我还让你当上水晶百货的总经理，让你回高登，让你回高登工作，还当上水晶百货的，让他不得不佩服。配合，配合，一直瞒着高董，让你回水晶。哦 ，sorry， 不是，抱歉。不得不佩服，你到底是瞒着我们傻，什么什么感觉？没事没事，配合嘛。反正我错。好，来，来 ，hero， 让他不得不配合。带给我们更多的欢乐吧！振作，戏还没拍完呢。那我下去要什么情绪？不能像声音。情绪，我把台词给我讲好。来 ，Sorry， 你们，快点！啊！正好，我刚怕他踩到我脚，还会往前趴下。来的。你们。是人之常情，别伤心难过了。我们会期待你将来更精彩的表现哦，加油加油！